華記八月十號深夜報導，今日輕鬆一下，帶大家玩露營車。哇！睇完嗰個露營車，辣著咗，自己而家即刻咧就玩下先。今日介紹下露營車有啲咩先啦。好，而家去入下貨先，買啲冰啊成。一個人一架車，而家去日本嘅沙漠啊！我今日揸呢架車去日本沙漠啦嚇，咁啊帶大家上車睇下先。今晚咧我就瞓呢度啊！哇，呢度咁多床啊，三張床喎呢度。咁啊呢度可以煮嘢食，咁啊整個杯麵先，今日呢度嚇。有个煲在这里、啊、跟着呢有个抽气扇，这里有个钟，一个人就很够住，这里就开餐的，这个位置又可以在这里睡觉。我今天不知道睡上格好啊下格好啊，定这一张床出来呢，跟住呢度就鋪平佢，咁啊瞓上去。唉，今日煮個飯喎，可以喺度嚇。唉，好過癮啊！好，出發。今日露营车你都冰，大家好啊！咁就由大阪咧揸咗差唔多四个几钟头车咧，就嚟到呢一个日本嘅沙漠，亦都系海边，呢度叫做鸟取沙丘。咁呢个鸟取沙丘咧就哇，唉，好黑啊！嗱，呢度咧就系沙嚟噶啦。呢度咧行幾步就係海嚟噶啦，啊呢度就係海嚟噶啦，下邊就係海嚟噶啦，哇！你睇，嗱、呢個係鳥取沙丘咧，係日本唯一一個咧係沙漠嚟嘅，但係佢喺海邊，好奇怪嘅喎、哦。呢度沙漠個範圍咧好大嘅，咁啊，聽日咧我就會去騎駱駝，一個人一架車，咁我今日咧就。本来咧就停前面有个景点嘅，系有一啲嘅叫做 camping car 嗰啲露营车嗰啲停车场嚟嘅，咁但系唔知点解忽然之间封晒路喎，咁啊冇办法啦，嗱咁我而家就揸住呢一架车，咁咧今晚咧就住喺路边啊吓，嗱听朝一瞓醒打开个窗咧就无敌海景，听日一打开个窗啊！就無敵海景啊嚇！哇，勁啊！好，參觀下入邊先啦，好唔好啊？咁啊，而家煮個飯先啦，煮個飯食下先。而家好，咁而家咧，我就即刻煮個飯先。好啦，辛苦咗成日揸車，咁啊嚟到呢個咧大阪沙漠鳥取沙丘啊，側跟就無敵海景啊！聽朝一起身咧，呢個窗咧俾大家睇下先，呢個窗咧。就可以望到無敵海景噶啦。好啦，跟住咧，而家就玩煮飯仔。咁咧，佢呢度架車有個煲嘅，咁啊，同埋有個 gas 爐嘅。gas 爐咧係冇 gas 噶。咁咧，佢呢一個櫃咧，頭先咧我就攞咗通水過嚟咧，就加咗落去。咁佢而家就有水啦，記得要自己加水噶。咁啊，洗洗個煲先啦嚇。哇，好先進啊，電動嘅，有泵嘅。好，洗洗個煲先。好，洗乾淨咗個煲啦。
就喺超市嗰度咧買咗呢啲好平嘅呢啲 gas 啊。咁我都未入過呢一隻牌子嘅 gas 咧，點入先？買了成袋水回來，我們煮面食呢，再來這個水，看看下去了成先，哇，好事，一是就不搶，接著呢就蚊啊！喂，二氧化碳啊，呢度海嚟噶喂，而家咧出边啲海风吹紧入嚟，同埋有罐粟米，咁啊好丰富啊！沙甸鱼、粟米啊，一阵连住个煲嚟食，咁啊正啦吓！沙甸魚放啲沙甸魚去食先，定係睇下撈埋落去，一鑊過啦，豪邁奔放。今日揸咗成日车，呢个咧都系听朝早餐啦。呢个面咧就俾大家睇下，沙甸鱼面啊，食埋就瞓觉。嗯，味道好一般嘅，真系一般。主要食呢個啊，呢、這個穩陣。食一條沙甸魚先啦，佢哋。嗯，沙甸魚得喎、啊，成十條啊有。沙甸魚得，個面麻麻，可能牌子問題。
條沙甸魚咧就可以嘅，個面就普通啦。聽日就喺海邊啊，煮個杯麵食早啊，當早餐。聽日拍啲沙漠嘅海沙漠嘅景觀俾大家。可能肚餓。本來麻麻地，唔知點解越食越正。可能關鍵係條沙甸魚。正嘛？估唔到沙甸魚面又唔錯喎、啊。誒、刷牙瞓覺。唉，食飽瞓個靚覺先。無遮無掩，喂！哇！哇！出邊無敵海景嚟嘅出邊。睡个靓觉先，唉，早到了大家。日本追寻21世纪游行快乐，体验全亚洲最宜居城市。酒井法子欢迎大家来日本旅居置业，享受高品质生活。皆様ようこそ日本へ。好啊，司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anny。係 Yanny， 喂，呢個禮拜有我哋介紹啲特別嘢俾大家喎，係嘛？冇錯啦，今個禮拜嘅我哋嘅星期節咧，會介紹呢個中山北部嘅海亞繽紛城啊，司徒生。你聽講呢個樓盤交通非常之方便喎，隔離就係輕軌站喎。係啦，我哋香港人最中意方便啦。呢、這個樓盤咧，因為位於呢個南投輕軌站啦，咁可以非常之方便，幾個站，三個站可以搭到呢個廣州南站，跟住再轉車去呢個嘅深圳北站，再搭高鐵翻香港，非常之方便。交通非常之方便喎，打風落雨都唔怕喎。係啊，最啱我哋香港人啦。而另外，司徒生呢個樓盤好似38平方，非常之抵喎。咩價錢啊？38平方話你諗都諗唔到啊！35萬左右就買到㗎啦。35萬講多次。35萬。哇，非常之吸引喎。仲要係帶精裝修添。係啊，這個最緊要係包精裝啊。另外，司徒生好似呢個樓盤都有啲收租精選喎，係咪啊？發展商特別在第八棟咧，某些層數咧就做了一個連帶精裝修，加私電器乜都包曬㗎啦。咁仲可以咧同你租埋。反租添，咁啊租金方面大概有4厘左右啦嚇。哇，好吸引喎！呢個真係收租精選喎。係啊，如果想收租嘅朋友咧，記住呢個禮拜日咧嚟我哋公司咧聽講座。係啦，我哋地址咧係廣東道332號地下華記正能量網紅基地，下面咧就我哋 WhatsApp 報名熱線啦。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 WhatsApp 我哋啦，做現場觀眾。到時見啦。好，到時見啦，拜拜。拜拜。